4月1日，唐赫德发文纪念张国荣逝世21周年。今天是复活节，真的吗？他还配上张国荣的两句台词截图：我什么也不想要，我只要你留下来。不少网友看到后纷纷泪目，并表示没有人能在怀念他的方面赢过唐赫德。我说真的，每年都不一样，永远不会重复，永远有新意。这两年的唐声越来越直接了，时间越长越是想念。先是每年都会催中我泪点。每年4月1日，唐赫德都用一张照片做纪念，21年从未间断。在这21年间，他靠着回忆过了一年又一年。他住在两人曾经的房子里，还遛两人一起养的狗，孤单一人过了好久好久。他开通了社交账号，张国荣说喜欢圣诞节，他每年圣诞节都在 IG 上发他们圣诞节的合照，用自己的方式在表达